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たちやん。放个音乐。大家，我跟你们说，可以加好友。加好友了，我可以跟你们说我的 ID。对，大家一直加我，但我想说我要等直播一次讲比较公平。天天雨滴敲打车心，沿着思念渐渐淡。好，我来讲一下我的 ID。我的 ID 是 G66VIMKR。 嗨嗨，眉毛会来心里，G66VIMKR，我叫酷莉，欢迎大家下载 Lively iOS 加我好友，但好友上限有限哦，所以要抢要快，要抢要快。Okay 啊，不是吧？好友清单，等大家。等大家加一下，我再开始一次加大家。嗨嗨，看起来没在玩，为什么？看一下进的人不多久，不知道哎。原本应该是写一点等级的部分哦，我抽的很认真啊，但我比较少在搅水，我抽东西抽的很认真。对啊，又一个 S。 谢谢天灵的告白气球，耶，谢谢，谢谢大风的小号角，等等来加一加大家，让你们先加一下我。独自一人做风的雨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来到一个岛，要怎么取得食物？谁？你说那个宠物要吃的吗？你可以去帮别人浇水，然后它就会掉，不然你就可以用去那个，我看一下那个什么上面，去那个寄居蟹食品店买。嗨嗨，对，你可以用那个，可以用滴滴，然后去寄居蟹食品店买。
那就可以喂它们。然后它是你可以买不同颜色的果实，然后你喂它什么颜色，它就会往那个颜色去转换。宠物生日，对啊，它宠物生日有特别的礼物，一次领取。回复要，好啦，那差不多来加大家咯。好，我要来教大家咯。哇，有人是绿色的，他也说有人是绿色的白白，但绿色就不叫白白，绿色叫绿绿了，还有粉粉。好了，我加大家了，欢迎来我的岛，我叫我来岛一个岛，代表大家一个岛，没有了，没有后面。养了一只太小小成的魔法叫什么？是那个雪球吗？我要来换我的小岛，大家应该看得到我了吧？今天特别可爱，每天都可爱。我今天的刘海没有剪好，太卷了。我觉得我的装饰越来越花了，啥都有。大家如果抽到重复的话，你可以送给我。演员是什么生物啊？不知道，他就给我了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生物，就是反正之后用变身药就可以换其他物种。对，关于那个演员我也不知道。十抽优惠，用它抽20抽，为什么十抽可以抽20抽？喵喵跟你讲话，我要收免费了。别再如此伤悲，我要收免费的。留下你独自面对。你有想变得 Lily 吗？有哎、欸，我来看看。我记得我想要变那个圣诞雪球。我觉得那个熊猫也很可爱。不过失去了一点点。谢谢 C 酷脸 K 的浪漫旋转木马。
说到免费，我的那个白白是他不是系统，就是新手任务之后，他有送一个，就是可以让你选一个你喜欢的角色的机会，不是角色 Lively 的机会。对，我喜欢那个熊猫，记得他可以那个看图鉴，但我忘记图鉴在哪。让我在你身边，关于梦境想永久一次哭一回。对啊，没有看到。我想要那个圣诞雪球，我是说送礼，我说要免费的哦。没有啊，成员之间会交换。哦，有了，有看到免费的了，嘿嘿嘿。为什么有办法抽到两个花啊？为什么你可以抽到？为什么？哦，桃子果实。有，我知道所有，可是超难抽啊，超级无敌难抽。为了毛毛的独角小可爱差点克了，谁克了？追忆头纱哦，我也有头纱。哦，对，我也是一次都能抽到两杯纱。关于梦境想永久一次哭一回，每当你痛到心碎，请大声喊我宝贝，我就会乘风而来将你。我记得它有一个图鉴，我现在看一下图鉴，我是想要哪一个形态？后排时间不能谈上礼物交换要求哦，赶快赶快多浇点水就可以了。四个水一头三，笑死！图鉴。留下一句不想说的再见，我失去了你一点点。这好像是欢迎回来。可爱王孙，谢谢你哦。那个变身药那边我知道啊，可是我想要看哦。可是这样就一只一只点，对不对？因为我想要看有没有，就是我直接看我要哪一只。哦，我想要那个冰淇淋雪球，它叫那个雪球。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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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家加很快。噔噔噔噔噔噔。哦，它有差哎，它的形态有差。冰淇淋雪球真的超可爱的。像幸福启程，有角力木，我忘记谁很喜欢有角力木了。更名，才终于完整。好动人。哦，有角兔可以到 P3 哦。好可爱啊 ，P3 很可爱。
哎，为什么没有找到？我想要那个，它好像可以可制造，可制造顺序。给你幸福的可能。那个是什么？不是提克米，我要的是那个熊猫。那熊猫是几号？为什么找不到？圣诞树博士，你要养几只？不是只有三只吗？噔噔噔噔，27。27。哦。哦，它是樱花哦，委托再次贩售，很好看哎。你不曾换一个眼神。哦，他要14个果实，我把它。冬日像不像天微亮的清晨？大家可以打一些不一样的，就是交友内容哦。有一个打快乐万岁，然后我按同意，我应该按不同意啊？为什么按同意？傻眼。好 ，P1 的是樱桃，原本是桃子，原来如此。我居然同意了，好生气哦！我居然同意了，可爱。我突然多了很多朋友，这听起来我好孤单哦，这听起来我好孤单哦，这听起来我好孤单哦。欢迎大家都来帮我浇水。那耳朵多分叉，对啊。66VINKR 对，是我的 ID， 对，是我的 ID， 怎么我的网络不好吗？可恶，对，是我的 ID， 怎么我的网络不好吗？可恶，有些事不需要风无浪，你总是关心逞强。网络是不是很差 ？OK。的香恶品珍藏白的纸张还能重新再回眸，沉重的心让我为你承载吧，还好为你承载吧，还好吗？我已经习惯大家就是天气不好锅都在我身上了。纠结好过伪装，你身体里蜷缩的灵魂颤抖迷惘，会好的，我陪你好了，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我是怕你忘了。
是怕你忘了。总是有台风，有台风会靠近我，真是谢谢。我最近的有台风会靠近我，真是谢谢。我最近的。陪在你身边。我换一个网络。手机的。我怎么了？回忆跳动。直接消音。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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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一点吗？换一个网络。是怎样？现在到底长怎样？对，我再试一次。但它一下又好，一下不好。天不瞬间沉默，借口都没收。到最后，可以吗？还好吗？大家网络还好吗？谢谢 Mark 的缘分相遇，我们再试一下下，看有没有好一点。自由。顺，好诶，对哦，谢谢苹果的猪猪泥，可以就好，真是的，才发现我们到不了最后，那些曾计划终点的梦。大家六日见呐，都会来吗？有人没抢到了吗？听说抢蛮快的。祝活动顺利，好嘞。脸上黑黑一点是痘痘。在考场，没关系，考试加油，速度很快。当然加一大失败，为什么？请假加一，没关系。莉莉准许大家请假，多休息啊。看来我要再把水举在这里才不会过负。卖票的时候再考试提早交卷。
侧脸。没抢到，大家有抢到吗？好像是几张，50张吗？还是几张？大家都在加好友嘞。就是你，哎，好多人哦，突然很多人。我需要朋友，我也需要朋友。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有多抢到？手速多快才能多抢到呢？我要来同意大家好友邀请了。好了，我去换一件上衣，不然我一直过曝。还是我可以换屁拉提，还要屁拉提。我还有我蒙踢，我有屁拉提，有蒙踢。好，被选择害我就上单。希望我不要再过曝了呢，嘿嘿，更曝了。我现在是就是过曝曝不同地方，你知道吗？人是很难，再去换换看。再不行我要穿屁啊，体验。I'm coming。 再过曝我也就没办法了。嘿，啊，不会曝了。还是会曝啊。我来想一想。都是为什么会过曝？是因为背景太亮了。但我现在没有黏土，我其实可以。好一点呢、欸，这样会好一点，就不要这么亮就好了。
结果换了一堆衣服。一个人过想你了，谢谢小婆婆的追追你哦。拿到了，来吃冰了。吃冰。好了，大家不要再问了，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小区域是否，就是工作用。工作用的地方。谢谢钟颖的钟情玫瑰。直播冰凉的东西，天气这么热，不就应该吃冰冰凉凉的东西吗？你们就等我一下嘛，你们一直问一直问，然后给我一点时间啊，播一下再讲嘛。你们一直让我就是不得不就是对啊。好好喝哦。这是一个for工作的一个小区域这样子，还会不会敏感？有啊，很冰。对，所以哈根的。这无可奈何，好冰哦。不会啊，不会热衣服。每个地方还是都会播了，不一定会只出现在这里。下雨不是大太阳，没有坐椅子上。同意大家好友邀请了。对啊，我来到一个岛，好好吃哦。后面那个就是生日会的花束。可爱的生日会花束，去年的。好吃哦，放掉。好，不是，贵的，好好吃哦。跟你们分享，菜还是买给我的，超可爱。菜还是买给我的，超级可爱。它就变超可爱。
毛利侦探事务所的便条纸。我家是我家，不是你家，好吗？我老公也在里面了，安室也在里面。它里面哪个面都是侦探事务所不一样的东西，超可爱。谢谢他面面。对啊，我老公在里面，太巧了。这些男的会被炸掉，希望不要。哎、欸，真的，不是我老公是安室，不是毛利。面条纸拿出来不用，不会啦。可是面条纸是基德的那个预告信。预告信，我以后就写说我几月几号要工作。预告信，我透过刷可能就跟你哦，谢谢。谢谢抓坑。哦，有，我没有看到啦。我真的不能爱吃哎、欸，爱吃每次都会错过。我自己就谢谢抓坑，对不起。会不会上蚂蚁？不会啦。谢谢包子的小号角。可是我在等待。大家还有在寄邀请吗？好像没有。哦呦，看到了。真香只有一个，就是我。谢谢不放过，当然。谢谢包子的水晶蔷薇。等我吃完就可以快乐聊天了。我跟你说，真的很好吃。谢谢思豪，戳戳你。
双井还是雪糕啊，都很喜欢耶。不如让湖人可以啊。几月几号？每一天。大家吃冰或吃奶盖的时候是会舔盖子的人吗？有没有人是财富自由到可以不舔盖子的？没有吧？我就是会舔爆奶盖的人。我在这边忘了，还有哈根达斯，没有，我在问一下哈根达斯自由，你知道吗？哈根达斯真的好吃，冰会奶盖好像不会，奶盖也要甜的吧？舔八宝粥，八宝粥比较甜，那种铁罐吗？还是铝罐？那是什么罐？那种罐子的比较甜呢，易拉罐的比较甜。哦，我的过敏，我不知道到底是过敏还是怎样，反正我最近身体很差。就是因为我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反正就是可能身体比较差吧。然后因为我不是有打骨钉吗？然后就是那个骨钉，因为我昨天回诊，然后他就说，就是发炎的蛮严重，因为我平常这样就会感觉到有点痛，然后他说发炎的蛮严重，是只打这是新的骨钉只打一个月，然后他就不行了，买五送四，天哪，手上不会黏，还好耶，因为我没有碰到那个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你之前的骨钉都可以撑，就是可以撑蛮久的，怎么这次只有这样？他说最近是有变比较不一样嘛，我就说，不一样是怎么样？他就说，可能就是比较累啊，还是怎么之类。我说，那有可能。好，我会多多保重。对啊，因为我就是平常要挂隐适美的橡皮筋，然后挂了都会痛，就是我要拉那个橡皮筋很痛苦。我已经爱。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有点太不健康，所以我最近有开始意识到在喝水。要喝多久？对，我这次没有看它上面的那个，还要写说有几套，但感觉也还要一阵子，没有那么快。就是一个礼拜换一副的话，但真的很不舒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对，我每次开始就是开始喝水啊，开始干嘛，都是因为我的身体健康开始不好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要喝水了。对，一样，对啊，对，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勤劳的人，我都等到身体开始有反应的时候才开始补救。对，真的有开始不舒服才开始改变。人家选来乐吗？我选来喝水。有反应，对，有反应都来不及了。也有可能是比较累，就跟我的脸一样，只是因为现在多打，就多了一个骨钉之后，就是，对啊，真是的。他就说，就是因为对于身体来说，骨钉也算是一个细菌的概念。就是它也是一个外来物，对，所以身体会一直想要
让他对相信，如果大家如果就是有学医的，应该就是都很不会讲，对，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嘛不知影，为怎样为怎样讲讲等待你，是我唯一的爱。对啊，身体真的很差哎。对，要发言打倒他，然后结果我先被打倒了。我动了一次两感觉，好像是。谢谢冰彻玄的《因为爱你》。但我的耳洞也是很久才好的，我甚至这一只哪一只，这一只吗，一直会合起来，也是因为我耳垂很厚，耳垂真的超级无敌厚，所以我那时候穿的时候超痛苦，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两边都先去手穿完之后，我又这边就合起来，因为它一直流血一直发炎，然后我就一阵子都不管它，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一直都有就是维持，然后这一只就是一直合起来，对，但我现在每次穿这一只都还是超级痛，真的不容易。对啊，对，耳垂很厚，反而在大众这件事就是Mina 跟我去同一家，然后我比 Mina 还早打大概几个月，然后是我推荐去我跟他说的那一间打，然后结果他去打了，他超快就好了，他好像一两个月就好了，然后就说我的耳朵好痛，他说嗯，我已经好很久了，你怎么还在痛，我也不知道，但我的耳垂真的比 Mina 厚很多，没有，因为我喜欢的样式都是真实的，然后我就是一个对于穿搭很执着的人，就是我觉得要搭配好看的话，我一定要做一点牺牲，但我的脸就是一直很花，对啊，我是个发言人，超级无敌发言，我脸最近也是好，皮肤超级差，差到一个我很怀疑人生，就是为什么皮肤可以这么差？对，是好生气哦。对，那我布丁又长出来了。我本来很想去找 Ada 的，但他最近有点忙，约不到。他太忙了。批发药草，不要再叫我喝那个降火气的，虽然很有用，但是我不想要。你知道，就是所谓的阿嬷的偏方，在某些时候真的蛮有用的。洗脸会用热水吗？我以前会用热水，但我现在已经慢慢在把温度降低了。虽然我觉得用热水洗很舒服。但我现在有在控制，我就是降温，然后我以前都会在洗澡的时候洗脸，我现在尽量不在洗澡的时候洗脸，是在洗手台洗脸，因为我洗澡的时候我就用我洗澡的水温洗我的脸。对，阿嬷的偏方，来自阿嬷的爱，就是良药苦口啊。一直有大家加我耶，真棒。我也想一直帮大家浇水，我要来出门走走。那些变干易出油，但我最近保湿保的蛮勤劳的。阿妈奎卡，可以多多来帮我浇水哦。我就
突然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你们不觉得吗？已经七月中了，你们不觉得时间有点过得太快吗？就是，对，小时候都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是暑假怎么这么久才来，然后现在是暑假是什么东西能吃吗？而且每年暑假都超忙的，真低忙的那种。出游地方，但我记得可以看痘痘，看是哪里不身体不好。但我最近是两颊，我被取消的话，哦，下台风吗？我是头都有淡季旺季，有啊。我们的活动都是在大家休假的，所以我们的上班日跟休假日跟你们是相反的，就是你们的休假日就是我们的上班日，对，所以暑假啊这种大的假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上班日，懂吗？对，大家放假的时候最适合办活动了。对啊，总共104天的暑假要到来，离开学日子还很遥远，我们这一个时代如何每天都在面对，如何用力痛快的玩耍。你可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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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飞个黑小佛全都不放过。那就是现在，飞个黑小佛全都不放过。妈，飞个小佛在那开场了。这，掉是不是怪怪的？其实我比较常看别的，而且我已经很久没看了，我已经脱离小孩很久了。这。谢谢康妮的掌声鼓励，我还会跟我一起来。蝴蝶和蜜蜂都嗨，我们在森林里悠哉，整天自由自在。跟我一起来，看看美丽的花开。Pokemon get 的啫，还会唱很多珍珠美人鱼的歌，但我知道大家不是珍珠美人鱼的年代，记得太少。我跟涵涵以前喜欢唱各种卡通的歌，或者是动漫的歌。对，海豆，米儿，海豆，你可以再多陪陪我吗？一次就好，太小声了。是的，船长。哦，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海绵宝宝，风风狂狂，是说自流。海绵宝宝，如果四处探险是你的愿望。海绵宝宝，你是小伙伴，要带你开路。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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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还有什么？还有，你腻。美乐蒂，我没有看那个，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美乐蒂的另外一个名字吗？大家平常都怎么叫他？都是你害的，小笨狗。还有 Ben Ten， 但我忘记 Ben Ten 了。但我小时候偶尔会看 Ben Ten， 我很喜欢看那个校园焦娃。我以前真的是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广告，就去看别台广告，就去看别台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爱探险的哆啦哆啦，每天带你到处去玩耍，需要你帮忙，背上背包，敌人，跟我一起来，
Dora Dora 爱探险的 Dora Dora， 不是绿茶。每天带你到处去玩耍，还有什么 ？Go Diego Go！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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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熟，这是什么？哦，我记得之前很久以前不是有出过那个《飞天小女警 X》吗？还是什么？大家小时候都看什么卡通？还是你们都不看？有人看《Sailor Moon》吗？上国中好像是哦。你们是哪一个年代？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柯南的年代。蜡笔小新、月光传说、Sailor Moon。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经典的，非柯南莫属。看不太懂。其实我不是美战的年代，但我很喜欢美战的周边，因为我觉得出的很可爱。Kirari。有一种像恋爱的感觉，大声说出爱的宣言，不喊的来回走着相同直线，不能停止我的双腿为你画的星星，总有一天能弹钻进你心扉。快乐合唱会轮播，对啊，我觉得柯南以前没有这么大众，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大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越来越普遍级了，就是没有就是把头放在肚子里面跑步啊，没有就是电梯上面多个人啊。哪个角色？月亮吧，水手月亮吧，我喜欢他的配色。我知道最近我小时候是我是追过萌学园的人，有人是追过萌学园的人吗？动作发展，对啊，狂传呢、欸、是吗？还是因为我小时候太小了，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我很小，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大家都不是看柯南，大家都是看那种对，我刚刚想说到底怎么念我的樱桃小丸子，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一家之类，很少人，比较少人在看柯南，比较少女生在看柯南啊，但大多看柯南的好像都是小男生，应该还错过好多，你错过太多了。有没有最近滑到那个废片，就是短影片，他说那个就是不然他会生气哦，就是那个荧光书，有没有看到吗？我发现我对这个片段还有印象，不动如山，进入魔幻世界，还有那个小熊出没最。一季之后就没看，我没有看了超多季的《奈亚公主》，《坏眼激光》，小学没有，可是你会错过现在新一代的话题。河南天粉都觉得对，真的，你这个磨叽，要跟蒋妹抢电视，对啊。我记得以前61台也有播嘛，剪超长，最后大生气，就说不不服的说，柯南铁粉，但韩寒的国小老师是柯南铁粉，然后对，然后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有曾经聊过一两句话是在讲柯南，你这个。马吉，魔法藤树开，不动如山，进入魔幻世界。小熊出没，追！柯南只能等家居方法，都要抢遥控器，我试试看。为什么柯南不高？不知道哎，因为他才小一。你去找老师聊，没有啊？因为那个老师也是柯南迷，他跟他老婆会去，就是。
第一天上映就去看，因为我那时候小还小，因为是国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要不要去看电影，对，所以我那时候说啊、哦，好羡慕，有拿到徽章。直到我长大，我有就是我有办法自己去追柯南的时候，我才有就是一定要第一天就去看，不好，真的很想把全部集齐耶。发光树，你如果没有还他，那他们就会恨你。像刚刚投到什么大哥，真的那个比例直接失衡。明年黄金周飞哦，明年是基德哎。我小时候在干嘛？我小时候蛮充实的。柯南都是啊，哎，我柯南周边真的也超级多的。基德哦，基德我就比较有兴趣了。不要再去看，哎，我小时候，我但我忘记他那个，阿凡达是什么时候？但我那一次我看阿凡达看到睡着，我觉得那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太艰深了。日本只会知道凶手，看不懂字幕，但是我可是字幕基本上就可以猜出八成了。谢谢林果的金色香槟，谢谢谢谢。但我听比较还可以，对，剧场版手册哦，幼稚园，对啊，好像小时候的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哦，跨模小时候长高精灵蛋糕班，真的有人小时候看过长高精灵吗？除了王一佳以外有吗？有人真的有看过长高精灵吗？在场的各位，放个音乐。爱在黑暗里，好受伤。谢谢博成的荷鲁斯之梦。猎人哦，对，但我。我小的时候一堆人在看猎人，但猎人我还好，我是一个蛮吃画风的人。但那时候面面就是我跟面面这一次看完柯南的时候，我们就聊天，他说其实我如果喜欢早期的话，他比较推金田一，但是我说我知道，就是但金田一的画风我比较不行，我喜欢可可爱爱那种画风。不仔细的思，大家最近忙吗？柯南画风哦，对，可是我真的很想讲，但我觉得还是不要讲比较好。反正等到他就是等到大家比较多人看过的时候再来。分享一下观后心得，可是到那时候我搞不好也忘了差不多了。对啊，快下档的时候再说。谢谢大饼的香槟 level 三，谢谢。君となら不安さえどんな時も消えてゆくよ、いつになったらやす
看漫画？有，但我小时候更多的是 Color， 它叫 Color 吗？好像叫 Color。我有买过少女漫，但我买一两次而已。我买更多的是 Color， 就是偶像的杂志，因为那种终极系列很红，然后他们就会找special， 然后曾沛慈，然后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偶像来。没有搬出来住，到底是谁说搬出来住的？你们在乱传，我就不想解释咯。我就只说是工作的地方，你们那一直乱传。它就是我否工作的地方，好吗？心好累，不要再乱传了。你们也不要再去，不要去问理财姐，它就是我一个否工作的地方，就是否工作，可以吗？没得上，哦，真是的。没有，我刚刚就跟你们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好吗？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但我为 special， 我也是为了 special。对，我就没有，我从头到尾我根本没有说，我就是说这是一个我，就是专门就是 for 我工作的地方，就这样而已。不要再自己帮我补东西上去了，好吗？我就是在这边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边是我就是一个空间，就这样而已，好不好？你现在就打崩溃没有？因为他们一直不要再乱传了，拜托，不要再乱传了，拜托。对，没有，没有，不好，我就只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就这样而已。真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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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补上我没有说的东西。对，对我就只是想要有一个可以处理我工作的空间。阿内尼亚尼亚，好吗？感觉蛮重的，我就说我最近很累。请帮我辟谣，谢谢，没有这回事的。我就只是处理我的工作的东西，就在这里，就这样而已。大家不要再帮我夹东西好吗？对，我最近比较累，就这样而已好吗？大家就这样，可以了。嗨嗨，兔摇，重摇摇，对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拜托不要，不要，我就只说这里就是我，就是我在处理我工作用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他就只是不要，对，哦，不要再解释，哎，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在我的话上面多加，哎。不要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没有，就是这样而已，好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以吗？大家，我就只是多了一个新的空间，可以处理我的工作，就这样。OK。要没有哈，没有，我就只是，对，我要跟大家讲，不然我觉得一个传一个，大家说啊，那什么搬出来住？没有，我就是一个有我自己处理我工作的地方，就这样，好吗？宣传这个，不是啊，不是啊，我不是，我就是很有点 care 这些东西，就是对。有人会说他重点是没有，对，嗨嗨曲中人生，对，请大家宣传 ID， 对，请可以跟大家宣传我的 ID， 就这样。Hello。
ID 是啥 ？Living Island 的 ID， 就是一个游戏的 ID。然后大家礼拜六日可以来找我们。对，看一下贴纸，没事，我不是要凶你，我是怕太多人。对，就是这种东西都会一个传一个，然后就是我不喜欢的是东西被传成另外一个样子。对，但我就只是想要先讲清楚，对，不是这样子，就是是这样子。对，大家就是对，就是这就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就这样。好，没有其他的东西，就这样，好吗？对，我就只是对，就是就这样，好，耶、yeah。所以刚刚讲了啊，我也忘记讲到哪去。谢谢林果的红玫瑰。谢谢露露发的啾啾你哦。很好奇，没事没事，大家没事。哎呦，我的电脑就放在旁边，我的电脑在这里，我的电脑。莉莉什么时候发业配？等不及了吗？等不及了吗？很想看是不是？喝什么香槟吗？哦，谢谢大瓶的香槟 level 上，谢谢。不是发过，我有发一个限动哎。好了，我赶快发，不让你们等这么久。杰克，对啊，天气真的很热哎，我有一种我被晒黑的感觉。大家最喜欢什么季节？我最喜欢秋天，因为不会太热。我最近真的有种热到怀疑人生，就是热到我只想待在室内。我觉得比以前还要热很多，我没办法想象现在这个气温，就是如果学校不开冷气会怎么样。现在不算，好啦好啦，我赶快发好不好？那如果只有夏天跟冬天的话，我喜欢冬天。真的，夏冬，耐热体质，对啊，谢谢，哎，也追追你哦，耶、yeah ，谢谢 Eddie。现在好像夏越来越热，开始有点不喜欢，啊，可是我就会晒黑。对，我觉得晒黑要白回来很难，对吗？不是吗？耶！现在凌晨了，哦，外面下大雨是不是？喵喵喵喵喵！下周末去找预防中暑准备，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刚才没注意 ，OK OK， 赶快去处理呗。耶、yeah。这次公园的 loading 会变少。
什么意思？他到手跟那手背完全不同，但我现在目前还好啦。对，我有努力在擦，我有在努力防晒。就是哦，我为什么很怕现在的夏天？是因为我虽然是耐热体质，但是因为出门都要穿长袖长裤，所以其实超级无敌热，饱很饱，毛笑。妹妹们会分担那些哦，但就是对啊，就是妹妹们很棒，但对，大家就是期待一下。不要，我不要先爆雷任何东西。心脏暴击。对啊，妹妹们会帮忙，就是会啦，但就是看看咯。哎呦，妹妹们，对啊，就是以我的年纪，他们也是妹妹们的吧？很多都比涵涵还小嘞。适合打一下内容，好像可以耶，大家可以打一下内容。但我一直在想，我要播 1.5 还是要播2？那好像播 1.5， 1.5。你们觉得嘞？大家现在忙吗？要下班了吗？哦，美女们，卤肉饭也是美美吧？比我小的都是美美。有缘再见，我们没有缘分了吗？我们缘分已经归零了吗？不要这样嘛！妹妹呢？妹妹，比我小的都是妹妹。谢谢黑杰克的红玫瑰，谢谢暴喜的红玫瑰。拜拜，で一人ごと。哥哥还是叔叔妹妹。没有，大的都是哥哥。还是想当姐姐。对啊，要播多久好嘞？但其实好像也没差。以正常金额，小的半月业绩哦，很累，我睡不眠。好了好了好了，赶快去睡呗，多休息啊，不要跟我一样身体很差。下雨了，我没去高雄哦，一定不是我害的。尤其是这一周，这周事情爆炸多，就是我有点排到，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排什么时间。我如果只排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好？就是一次播3.5，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好？然后放到我爷爷，然后夸张。对啊，如果可以排的话，我都会尽量排晚上。哦，因为我很怕大家希望，你们应该是希望多看几天吧。平衡粉丝含量吗？没关系。说超平衡。好。
太会剪音乐，我就很怕，我其实不喜欢随便砍掉直播，就我就是我就算取消不播的话，我都会想要在其他的时间把它补回来，因为我觉得大家每个礼拜一定要看到我两次，就是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两次。还有神奇的时间也拍了个，哪怎样叫神奇的时间？就下午吗？不想让你为难。礼拜六、礼拜天，哎，对，礼拜六两天，哦，这就两天了。我今天网络比较顺，因为我换就是热点，关掉重进算两次，生存全人流啦，我还活着好吗？但我想要去厕所。代班一下，我再搁徛袂稳嘞，代个班。小茶，你不可以把我的水弄倒，有点危险。谢谢小沙的代班。過ぎる日々にあくびが出る散々めだ。沙主播是没有想理我们，鲨鱼哥。主播可以看一下，主播在这里。七月的你不可能开周末吧？知らず知らず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谢伯承的唱给你听。鲨鱼哥喜欢吃糖醋吗？为什么是糖醋？晚上十点不熬夸，没关系耶，那个太累了。哦，最近真的好累啊。但爱我一直可以。很不友善，现在好好的有惊喜。其他组的时候，什么其他组？其他组什么？其他组什么？谢谢幻影战士的朱丽叶。其他组光耀哦。来看看还有没有人寄邀请给我。想吃草莓酱，他没给我加，好难过。@草莓酱，@草莓酱，有人外送没加的草莓酱，你要不要给他加一点？
邀请快满百了，谢谢大风的有惊喜呀、生日好难洗，跟他走过去哇笑死。哒哒哒哟 TP 的粉丝 Hello 你好，邀请你看看你要看前面了，我会稍微看一眼。要怎么加好友？你就按，应该是好友清单，你就按下面不是有六格吗？你按最右边的那一个，然后按好友清单，然后你就可以搜寻 ID， 然后 ID 在那个这边或这边。哦，它可以一键。他不能一键，他一个一个点啊。谢谢大家送我 GP。那里？哦，我现在96个好友。他可以申请到200个，12345678选你什么意思？確かにそこに今のそこにある知らず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そこに耳の中に。你快一半人，对啊，但感觉应该不会加满啊。有这么多人想加我吗？最近有在什么游戏啊？上面那个 Lively Island， 它是一个可爱的游戏，可爱的游戏可以一起玩啊。它不会很难玩，它就是养宠物。玩过几次？对啊，但我最近。很少，比较少在开网络机。谢谢大家一直送我盾。和梦里的风，回忆里被爱，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哎呀，谁把我绑走了啦？烦死！烦死啊，把我的人干嘛，奇怪了。那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默默的懂得。有人全部承认你家谁这么厉害，为什么找得到，怎么找到的？还真的不能，我的手从此离我现在在开我的。大家都放限动了哦，真的还假的？没有，因为我想说我要直播的时候讲啊，我不想要有人先知道或有人晚知道，我想要大家同时知道。我想要大家一起知道，我不想要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先来加我了，但我就不想要。我就不想要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我想要就是大家一起这样。七七六六卡通房，好，可以发一下。所以大家有那种很早就寄给我，就是甚至我直播完就寄给我的，但是我想说我也要就是同时跟大家说，我不想要有谁先偷跑的概念。一直会播多久？现在应该是饿了吧，看情况应该是饿了。让彼此选择，自己是尊重。没上直播可以啊，可以发。我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
谢谢渔翁得利的红玫瑰。大家都叫心愿清单给大家看。心愿清单，但我还有几个想要，但我其实比较想要粉色系，但是他出比较少粉色系，就是我如果他出很多粉色系，我就每个都抽爆。我很想要那个、欸、有音乐的，我觉得他有音乐也有滤镜，但是我都没有抽到。嗯，就是他不是，就是那个风格不太对。如果大家有抽到，可以就是分享给我。因为我怕有很多，就是像就是很多主题的音乐，其实不符合我的小岛的主题。我就很想要抽那种可爱敷啊敷啊的音乐。很多系列都没有在主页，什么意思？系列没截止日期就不会在主页上，那会在哪里？有啊有啊有啊，我要点开来啊，转蛋一览，是吗？是那边吗？对啊，就是转蛋一览，不是吗？嗨嗨李烨，大家差不多可以开始打内容了，等等差不多可以来念啦，还是已经有人打好了？大家最喜欢哪一个主题啊？我很喜欢那个萝莉塔，我很期待他下一个出的主题是可爱的主题。两人已经抽，该抽的都抽完了，是不是？开已结束的那个，对啊。谢谢天翔的缘分项链。瀑布哦，有啊，我有看到。哦，有人送我礼物了。有，我萝莉塔小屋抽很多了。我来收礼物。哦。嗨，小安，嗨，企鹅。你好，我是最可爱的企鹅，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能成为你第98个朋友吗？可以哦。但你现在应该是第99个了，又从上面按下。可以哦，企鹅。哦，哎，你有音乐，好哎，谢谢黄鱼。走心，为什么走心？你说变第99个吗？还是我要让你变第100个？我是不是可以放音乐？先按一下暂停。哎呦，拉到先。我要让他放音乐。黄鱼玩很久了，真的假的？什么音乐？你现在有第一个朋友还是唯一一个朋友？你刚下载是不是？你有几棵树？蛮多的吗？一二三四，四棵树，然后再加原本的三棵树。但我其实一直很想抽树，我觉得树很好看。你可以封锁他，笑死。那他没朋友也太坏了吧？哇，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
TGP 粉丝，独角兽。这个游戏可以一直一直加好友，可是它要上线了。是，这是没有 S 啊？你是抽什么没有？怎么这么可怜？我有一次抽了两个 S 啊、欸，就是追忆的婚纱加头纱，非洲人出现了。这一刻更多，我要来帮大家浇水。海潮人说再买更多卡。SR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办不到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他无缘的意思。可爱巧虎岛，笑死。前调和四段八号是什么？欢迎谢谢失踪人口，什么概念？还有用那个，还有用这个打广告的，那我是不是要跟那个在上面打说，请追踪 C H I U L I 底线 A K B 4 8 T T P， 再用了四个 S， 那没缘哦，就是我难得比较欧洲的时候，我其他我的生活也很飞呀、啊。我还是有非洲的时候，好不好？对，我跟其他成员相较起来，我的浇水点数算少。对，但是对我喜欢，我很喜欢，我都把时间拿去研究我应该要抽什么。你要喝的鸡肉哦。生而为人，无止境的浇水，再浇水。不停的喂食与清理，再华丽的装扮，最终也将会化作腐朽。他在这亮点青春之中，好好笑哦！他这游戏很和平。今年一定倒是谁呀、啊？为什么有人宠物这么大只？对啊，它有很多哎、欸。惊觉这是对的。对，这游戏不会让我翻桌，我只会抽不到 SR 的翻桌。没有啦，怎么会翻桌呢？爱你爱到神魂颠倒。哎，我好喜欢看大家哦，大家的内容都很有梗哎。那那要可爱，还可以变小。亲爱的老师赢了，你可以送礼物给我啊，你可以抽了然后重复的送给我。我抽了很多重复的，我还有抽过单一个重复五个还是六个的。怎样我都清醒。请问为什么都不管好评次？因为为什么不管好评次？因为他们就是看破但不说破。重复的物品可以送，你可以选你想要送的人，然后送给他，可以交换也可以送。对对，因为名字还不知道哪有。对，看破但不说破，明明都知道，但是就是不讲。好啦，我们差不多来念榜啦，念榜啦。念榜啦，第一名是 Rocker，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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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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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抓口，谢谢抓口没有打内容。牡羊座，哎，三月二十二是牡羊座，是从几号开始？三月二十二是牡羊座，我以为是双鱼座，哎，居然，我现在才发现。谢谢抓口，谢谢第一名的抓口，谢谢谢谢抓口，谢谢。第二名是 C 酷连 K， 谢谢 C 酷连 K，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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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乐意看到的一幕，这个才是经典中的经典啊！请大家喜欢经典，好吗？请支持新蓝，不可以再好看下去，好看下去了，李佳丽啊，有吗？还好吧？有吗？有吗？谢谢、啊、谢谢第二名的 C 库里 MK， 请问你是新蓝党还是柯爱派？我相信我们一定是朋友吧。你的头贴都放新蓝党了，一定是的吧？你不要跟我说你放这张图只是为了我，但其实是可爱的，酷给你看哦。谢谢谢谢第二名的 C 酷连 K， 谢谢谢谢 CKU， 谢谢 CKU， 谢谢第二名的 CKU。第三名是林国，谢谢林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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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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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林果，谢谢。每日浇水小农夫上线，这个真的很可爱，很疗愈。我要默默的，就是帮大家，就是边按一下。等栗子浇一点水，不够的话需要帮忙浇水吗？可能需要一直浇水了。哎，我其实不会，人家不是会那个，就是，对，但我不会，我先。谢谢谢谢林国，谢谢第三名的林国，谢谢谢谢林国，谢谢第三名的林国，请大家要好好为莉莉的树浇水哦，会尽量去帮大家浇水。谢谢谢谢第三名的林国，谢谢。第四名是大饼，谢谢谢谢大饼。黑眼圈有点重，我会努力。我会努力遮好黑眼圈的，还不是努力多久，我会努力遮好黑眼圈的。支持新蓝是吧？就应该支持新蓝呢、啊。好，厨房是什么？就是 OK OK， 谢谢谢谢大饼，谢谢第四名的大饼，我会好好休息，不让大家担心我的。谢谢第四名的大饼，谢谢。第五名是宝啊，谢谢谢谢最爱我的背影的宝啊，你好像跟人家人心里不准出去哦，可是你的就是你的人有点多，你的心有点挤，就是那个房间隔得有点多间，你知道吗？谢谢谢谢宝啊，谢谢第五名的宝啊，谢谢谢谢宝啊。第六名是泡泡，谢谢谢谢谢谢泡泡。突然好想打喷嚏，没事哦，这个就是我啊，我每次都没感觉了。谢谢谢谢泡泡，没有打新的，谢谢第六名的泡泡，谢谢。第七名是冰特璇，谢谢冰特璇。只要记得挖 ID， 周末活动加油。好的，心中永远记得有直播辛苦的晚安，晚安。我推的是偶像女神，我要一直当你们的，我要一直当你们心目中的女神。谢谢，谢谢第七名的冰特璇，冰特璇真的很厉害，我真的怀疑你是国文老师哦，你是不是国文老师？怎么可以国文造诣那么厉害呢？
谢谢第七名的冰超轩，谢谢冰超轩。第八名是钟莹，谢谢钟莹。我想一下 ，OK。签起来，谢谢钟莹。如果有人抽到那个签名的，可以先跟我说一下吗？我想知道。对，你们在哪里说都可以，就是让我知道一下，或者当天早上就是他说哦，好期待看到真的栗子签海报之类，这样也可以跟我说。谢谢第八名的钟莹，谢谢钟莹。第九名是思豪。啊，有点来不及周末签，虽然还剩没买票，赶快买票啦！欣然，艾兰，欣然，对我可以接受艾兰，不可以接受可爱，但艾兰可以哦。耶、yeah, ，谢谢思豪，好期待周末，大家也要一起嗨起来，耶、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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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谢谢思豪，谢谢第九名的思豪，谢谢。第十名是露露帆，谢谢露露帆。你好，再见，礼拜天见。哦，露露帆会来是不是？礼拜六在生活乱测处 ，OK， 加油。就是礼拜六认真工作，然后你就觉得哇，礼拜天真是快乐。好啦，我会好好休息的。没有，但这个暑假都蛮忙的，对，所以大家就是。对，我会好好休息的，我会抓紧时间好好休息的。谢谢露露饭，谢谢露丽饭，谢谢第十名的露丽饭，谢谢。第十一名是 Eddie， 谢谢 Eddie。2019年1月哦，现在就是2019已经很久了，就是，对啊，好快。我突然在感叹时间过很快。我乐乐可我骄傲，请继续骄傲下去。你爱我，你什么不算什么。又想来，到时候见。哇，两天都来吗？还是只来一天？要来哪一天呢？好久没更新，不能偷懒，不可以偷懒好吗？要都上榜了就要认真打，是不是 Eddie？ 谢谢第十一名的 Eddie， 谢谢 Eddie， 谢谢第十一名的 Eddie， 谢谢。第十二名是波城，谢谢波城。面面直播辛苦了，星期日见。哦，原来打开还有我，是不是？地址卡哇伊直播辛苦了，星期日见。我想说。哇，你是不是打错内容？OK， 那新人派的新人永远 number one， 谢谢第十二名的波城，谢谢波城。第十三名是天灵，谢谢天灵。推推本文桥那面哦，接下来，早点休息吧，会的。虽然还是有很多事情还没做，但我会好好抓紧时间休息。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赶快让我的黑眼圈淡一点的。谢谢第十三名的天灵，谢谢天灵。第十四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还敢修啊？还敢逃啊？逃去哪里呀、啊？我都看得到啊！谢谢第十四名的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十五名是大风，谢谢大风。今天的夜晚现在不回文 ，sorry， 没事，要大家要好好就是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样我们下次见面才会健健康康的见面耶、yeah。谢谢第十五名的大风，大家都要养好自己的身体哦。第十六名是好好，谢好好。主播辛苦，十六到了，二一到二三到二九三四到了，每个人在第九万里，耶！每个礼拜几乎都能见到，真的是太棒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对，好好的参与活动，什么意思？我特爱的分手，下班了耶，笑死。大概就是6点报时期，
没有人能比他更准时了。他你是不是那种就是那个从55分就开始等的那种？我忘不了我们曾不只是朋友，从今以后思念再走不到尽头。319了，不是21吗？我没有爱过，我来柯南派。哦，柯南是不是？那也不错啊，他一直在别人的岛里面，但我不知道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家比我好家好看多了，但我马上就可以分享。刚下班补了，好，我来看一下抓坑的。念完展架，从我岛坑像你一样可爱。你要看我的岛啊，我的岛超级无敌超级无敌梦幻，超喜欢的。喊你姐姐，姐姐，怎么有一种夜蝶既视感？姐姐，45分，傻眼。从上班就开始在等，哦，也是啊，就跟我们小时候就等下课一样。大概都还比较快哦，所以你其实已经没有就是整点离开了，就是。那人家目前名称太迟，叫什么叫什么？那叫他会疯掉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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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想跟我跳吗？他不会想跟我跳，他会想看。啊！他会想看他 CP 跳吧？不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还有不能静静伴着你。散不出我的命运，谢谢抓坑的送你玫瑰，玫瑰。57分。姐姐啾啾你可以啊，可以。有接到吗？对不起，害你浪费了3个啾啾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望着你爱现出的世界，散不出我的命运。好像这一下就你的对象，功德圆满。对不起，下次掉下的时候跟我说一下啦，不要再对不起。好，对不起委员会，今天又就是马上就结束了，可以再一次吗？你要丢吗？你要丢，我可以再一次啊。我可以准备好。我可以 ready。谢谢小礼物的缘分相遇。谢谢 CKU 的啾啾你哦，啾啾你哦，啾啾你哦。还给你。Yeah， 当当当当，对对对，蒙秀，现在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还有3分钟，谢谢地球的缘分相遇，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谢谢小杰的红玫瑰，对啊，还有3分钟。触动了，
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谢谢李烨的缘分相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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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冰川玄的《因为爱你》。好，那个我们的布丁狗想要加大家，你要不要更新心愿清单？好啊，我再更新那个 RN4D57XX。我们的布丁狗想加大家，对，他也有玩。那个布丁狗想加大家，大家可以 RN4D57XX， 对对对，没错没错，请大家加一下布丁狗。几刷了？一刷，他就看一次而已。他是昨天我都忘记开灯，他也被打。不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你不离不弃，爱愿不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命运。耶，可爱要你看两次才怎么？对啊，到底为什么要就是虐待我呢？不行，就是可爱，就是最多就是我就给他一次的机会，虽然最后有哀兰，但是不行不行。 No no， 我比较期待可能明年可以再出现一个科技的剧情。他是不是有课？为什么他有课、哦、为什么他有课？哪里有课？哪里看得出来？他的岛很华丽。哦，可是他玩一阵子嘞，因为我有送他东西。加了布丁狗，你就不是我唯一的好友了，真有。那你可以不要加他，他没有。他没有，但是我有送礼物给他，我有把我抽重复的送给他。谢谢转盘比墨汁还黑的缘分相遇。维素的装装真的吗？蛮素的，他看起来就不像穷鬼潦倒。好啦，今天播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直播啊，就到，谢谢大家，拜拜，下次直播间很快就会见了，拜拜。